对的。等一下，到我家，我给你翻一翻呀。 见到过，讲冇钱人啦，加辛苦，这都是。啊，见到该做干什么，刚刚上来都压位啊。所以啊，你都不搬出来，原来都以后全都搬人，都带你。加错。嗯。万一穿上这个不当好保险。嘿呀，也有神仙。我错没办法，看到强强，只要有钱。看家境讲啊，钱也好保值多。 那我也钱，对面做干什么？上台来。错错。做干什么？天天在我家门口待到啊，我去陪人家耍。哎呀，后天给你工作呢，刚好在工作呢。肯定啊，哎，今天好像我们家什么来，今天没来。来吧，哎，刚是老爷子都家。哦，干嘛去？啊，还要做阿妈哦。三十几年不到了。 我帅唔是，啊，你爱看，你去晒下，晒下海，你真爱家呀。当年人冇改咗呢，可能阿冰水啊，个水都冇用。啊，去点解呀？你阿张姓，咁咪阿家讲啊，咁咪都阿你讲嘢啦，咁啊，出嚟讲，我唔识嘅。 你看那人都是上海，嗯，那还是客家的呀。那外头可以上海，一直去客家的呀。那有客家人，还有一个上海吗？外头也可以。上海有外家同来噻哦。要当地特产啊，现在。喝茶，喝茶，免费喝茶。客家话吗？就是客家人嘛。我这边就是客家人。对，客家话还没来。来来，茶一杯来。 我帮你安排好，他们都要。